毕业快乐，把你剥碎。想说吗？很开心，今天大家毕业了。我们念了14年，学硕博。我们也要怀着感恩的心对待疫情，因为它会让我们更加珍惜成功的时刻，体会到最后的甜美。少年时期的经历冒险。祝各位毕业时成功，爱过天空，同志们，也祝各位家长幸福身体健康，平安快乐。现在大概收了几趴了？现在吗？70%。那你家人什么时候会来？一个小时快。你说三点的部分？没有问题。啊，等一下，这里太乱了。没关系啊，就是在搬家，大家都是这样子啊。然后整个这样，然后放进去，没有问题。原封不动塞进去的部分，有收，有收就不错。所以这些也是你的。哦，对啊，没有，这个可不是我啊，这个还有人住。好，这不是我的，我只有在这个。